这一集有一个特别的赛制，每一关落败的队伍要选出一位淘汰者，这位淘汰者不能冲击，也不能参加奖金挑战赛。好狠哦！被淘汰不是啊，比如说像吴尊今天才第一天来的，他第一关玩完就被淘汰。金敏猜，他如果第一关就被淘汰，那他已经真的迷不起他是这个岛了。带大家来这样子翻车。残酷釜山最终日，究竟哪些人会被迫提前下车呢？请锁定本周《饥饿游戏》。